卷了卷了，太卷了，就咱家这款南孚聚能环的四代电池呢，现在啊也开始卷起来了。之前呢19.9啊拍16节的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今天呢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啊，给咱发整整16节南孚电池啊，划算下来呢9毛多一节。哥姐们啊，如果咱家里的钟表、遥控器、智能门锁啊、无线鼠标，还有电动玩具、电子血压计啊，需要更换电池的话，咱都可以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一下咱家这款南孚聚能环的四代电池。咱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南孚的电池呢，平常线下买是比较贵的啊。就我们家楼下超市呢，平常买一节的话啊，都需要2.5块，平常买4节的话，都需要10块钱。今天老弟这下单直接给您发16节啊，厂家呢是19.9给咱发16节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啊，给咱发整整16节南孚电池。南孚电池呢是一款无汞的无力的环保电池啊，并且呢有一个超长的质保期啊，看一下10年的超长质保期。咱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电池，像咱家里的电视遥控器了、空调遥控器了、小朋友玩的玩具遥控器了啊，都是离不开电池的。咱们都可以趁着这活动啊，把它囤到家里，并且呢它有一个超长10年的质保期啊，咱也不用担心它会过期。南孚电池呢是一款碱性电池，并且呢更耐用啊，咱都是从小用到大的一款品牌啊，南孚的大品牌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啊，给咱发整整16节啊，5号、7号可以选择啊，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撸单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4.9给咱发16节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